今天带领大家打卡西南石油大学的社团，学校一共有104个社团，分为七大类，覆盖13022人次。艺术类社团、学术科技类社团，你最想加入哪个？今天带领大家一站式打卡。翰林毓秀传统文化交流协会，触摸千年前古人的文化与灵魂，牵出一丝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源。笔墨留香，书画宜人，书画协会。Real Life Bomb 描述了滑板社每一位成员对真实生活的内心信念，在这里他们每一次腾空和落地都代表着他们内心的坚定和勇气。三分英雄江湖气，七分少年赤胆情，他们的一拳一脚，他们挥斥的拳风，正宣告着正值青春的少年意气。建筑艺术协会表达了建筑之美，园林、古宅、高楼皆是优雅的美学生活。精美的手工制品皆是来自手工协会的巧手。西游精灵电台，欢迎您的聆听，我是主播玉蕊。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协会上学期举办的新学期新微笑活动中最具代表性的我微笑背后。缤纷百团李倩